正如最近美国对我们发动的经贸摩擦，要谈大门敞开，要打奉陪到底。Cooperation. General Wei, floor is yours. 任何的中国军队决心意志的低谷都极其危险。我们愿以最大的诚意、最大的努力，争取和平的统一前景，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。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，中国军队别无选择，必将不惜一战，必将不惜一切代价，坚决维护祖国的统一。华为不是一个军方企业，你不要以为他这个人当过兵，那当过兵的人多了，中国以前的当过兵的人有几百万。他都是退役以后到地方从事职业，哪个国家都有。华为的老总当过兵不错，他没有给军方进行合作，他是一个民营的企业。我们认为，不管什么构想，都不应该带有军事同盟的性质，都不能侵害他国的利益。对美方的一些观点，我们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。对哪方？在台湾、南海问题上的错误言行，我们表示坚决反对。